现在要去哪里？现在要去拍片。要拍什么片？拍《短裙跨车术》第二集。怎么会有第二集？因为上次那一集下面的留言很多啊，然后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留言非常的酷，他提供了我另外一个就是短裙上车术的方法，然后实在是太酷，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我现在立刻就现学现卖，立刻去测试。然后我们就对，就是路上找一个可以拍片的地方就停下来就测试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走吧，边走边找 Go。小黑蚊子很多呢，都被咬死了啦！上车记得戴安全帽，要使用鹅的发型保持术，记得一定要用，绝对每次上车都要用的。现在就是找到一个停车场，看起来还不错。我们现在就要来实际操作上一篇短裙上车术的下面留言的一个观众大大留的言，他其实应该是开玩笑，但我觉得很好笑。然后马上就有一个想法说，哎，那我来试试看好了。他的留言呢，就是说，那不然你来试试看跳马背的方式上车好了，就是从后面跳马背，然后直接上车。我觉得这个想法真是太酷了，所以我决定。就来这样子上车给大家看，到底鹅会不会成功呢？还是我会撞到屁股呢？虽然我觉得我的运动细胞还算是不错啦，但是呢，很久没有跳马背了，我真的很怕我跳得不够高，然后撞到车屁股，要不然就是跳得太远了，然后撞到油箱，哦，想象起来就很痛，所以呢。现在立刻就来跳吧！这个就是直接上马测试，然后完全没有训练过，也完全没有试过的方法。现在就来初体验给大家看。要助跑吗？助跑会比较好跳吗？我跳喽，我跳喽！啊！我怎么跳不高？看起来没有很高。我落下来的有点重哎，还好你有把它扶起来。哎，一次成功哎！然后在我路不到滑雪。我要跳了，我要跳了，我要催眠自己，我要跳了，我要跳了。在抓后面，我觉得落下来有点大力耶，这样子真的没关系吗？我觉得好心痛哦。没，对不起，我还是爱你的。速度真的没事吧？我觉得我这样那个重力加速度是不是会害它断掉？好心痛。好的，那我们的马背式短裙上车法成功。欸，我真的没想到我跳一两次就成功了，我前面真的没有练习过，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奇葩的上车法，然后我觉得太好笑了，所以马上就决定要来拍一片给大家看看，就是什么叫做跨马背式上车法。这个我想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没有来者了啦，我应该是开宗明义第一人跳马背式上车了。那今天就拍给大家看啦，然后就纯粹搞笑这样，我完全没有时间去管我没有曝光的问题，我只在想说我会不会撞到车屁股，然后会不会撞到油箱这样子，然后我就满脑子都在想说我跳不跳得过，然后在前面的时候真的那个恐惧感真的很大，我一直觉得我会就撞到我的前面这样子。好，没关系，再怎么样我都顺利成功的跳马背上鹅炉了。对不起我的宝贝，我让你车柱受伤。好啦，其实应该是还好啦，反正呢这个跳马背式上车法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啊，真的是有坏无好的上车方式。
好，今天呢就真的是纯粹搞笑给大家看的，好不好？完全没有意义，大家请勿模仿这个危险动作。那今天的短裙跨马背式上车法成功，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